单人想要去抓一下对方的位置，但是这个区域其实他并没有抓到太多的情报，就简单来说是用脸去探啦。就是九教他刚刚其实没有清的很多，他是直接绕上一楼了。九教是完全用脸去探。哇，尴尬，包夹了，就探的不，而且还同一时间竟然是两个人一起，我看了什么东西 ？Super Idol 德孝龙，为你的天，不是这太夸张了，不是怎么会两个人都竟然？没有人注意到，瞎困。待会先就说，我怎么听到两声？不是你不能一台机器保夹三次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了什么？这个太夸张了吧！车是谁在走的？重点是还可以拉起来。现我跟你说，现在冰奶已经想说了。开场先把三个人的血量消到25滴。我们以前有出现过全中的吗？如果这一场一胖赢了，如果这一回合一胖赢了。我直接炸榴莲，应该是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。推了吗？软，你知道吗？啪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宝 KD， 宝 KD， 抓到。我希望下周这个赛事精华 Top One 可以看到这个，就这个吧。当然他自己也打出来啦，他也傻眼啦，三个保夹，什么东西啦？太棒了！我刚刚到底是看了什么东西？今天播这个比赛完全值得。我没看过这么会夹的、欸，夹爆！